少佐，我们现在是站在中国人的领土上面，我们就处于农农敌意的威胁中。多少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土匪、抗联、游击队，他们都想把我们的脑袋拧到腰带上面。松本君，在下军务繁忙，没时间听你调侃。有什么话，你就直说吧。我是说，不管抗联、游击队，不足为惧。 可怕的是那个神秘的特工队，还有那些特工队已经插手方振宇的事情。方振宇，他不是死了吗？就像高炫夫人所说，他还活着。驾，驾，驾！走晚了。 哥怎么样了？还行，挺好。哎，真是老天爷有眼呐！谁说好人短命？好人千年呐！哎、爹，你慢点儿，宇哥疼。瞧我这闺女，心急了啊！不要紧啊，我慢点儿。这是去哪儿啊？我们要去宝林。 去宝林做什么？给你去治伤。我认识一个郎中在临河镇。临河？不行，罗掌柜说了，各道上全都是浪人，都在捕咱们呢。也许回临河才是最安全的。对，振宇说的对，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。我知道一条密道可以直通他那。 好，坐好了啊！驾，驾。少佐，依照方振宇的上士，只有宝林牡丹江的医疗条件才可以救活他。如果他还活着回到临河镇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接着说，一定要找到他，不管他在宝林还是牡丹江。什么？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 你叫我喂个穷光蛋，把宝林和牡丹江翻个遍吗？找到他，把他交给我。就凭他，脑袋转了个圈儿。少佐，我正是来帮你的。帮我？怎么帮？请。 唐田惠子，少佐认识，岂止认识？吉姆少佐按照我们的计划，从现在开始，他要接受专门的训练，他要完成天皇陛下赋予他的使命。 快救人呐！大夫，快来救人呐！谁呀？大夫，快救人呐！怎么回事？他受了严重的枪伤，快救人吧！快，快点！小心，小心点儿！快，快！方少爷，方少爷，你要坚持住啊！坚持啊！小心点儿。
天爷，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方少爷，一定要让他平安无事。这一切都是我做的祸，跟方少爷没有关系，那是好人，求求你一定要让他活下来。月和在这儿给你磕头。还没有度过危险期，那就不活了。那要看他自己的毅力。报告。怎么样了？什么刑都用上了，除了承认他是小金刚外，就是吐口水、恶骂。索格，干脆死了算了的。不。杀了他，我上哪儿去抓梅姑？我要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，把他的脑袋当抽屉。嘿，把他给我弄醒。嘿。金刚，我是关东军少佐，你是想在这里生不如死呢，还是天天做神仙？做你大爷，把他的手指给我全部剪掉。哎，少佐，我看干脆弄死他算了。先不急，剿灭梅姑寨子他是唯一的希望。到底松本这个老家伙要出什么怪招？报！在哪里？在松本军社的灵堂里。原来放在这儿的灵柩是高炫君。战争改变了一切，我们男人是逃不掉的，没想到你们女人也一样。惠子小姐，对你的遭遇我深表同情。谢谢。怎么样，好久不见，一起喝一杯。不了，从明天开始我要去训练。好，任务为重。我听松本君说，他在你身上下了很大的赌注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这个松本到底什么来头？黑龙会的联合会长。这是明的，暗的呢？暗的就没那么简单。难道你也不清楚吗？我可以去问问土肥原将军，松本
曾是将军的幕僚。他眼里根本就没有我们。把嘎，孙本君，把钱庄变成要塞，我们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家当轻轻松松就被他们占了，凭什么？就凭他们是关东军？关东军还不够吗？不都是为天皇陛下吗？说的对，都是为了天皇陛下，可是他们是关东军，他们手上有枪有炮，我们是黑龙会，只有武士刀，他们当然是骄横霸道了。那特工的事呢？我们自己查。自己查？我们不能得罪他，虽然他是少佐，但是他掌控的有枪有炮，我们要依靠他，我们要利用他，我们要借关东军的东风，把临河变成我们的天下。临河差不多已经是我们的天下了，差太远了。田秉成、钱掌柜，太多的掌柜，我们只是出了一个王掌柜，还有大多数没有出呢。孙文君，我的意思是，当年奉军督办，对我们也只能装聋作哑，区区一个军统特工，还能把我们怎么样呢？如鲠在喉，把他挖出来，现在会难过，将来就是毁灭。我肯定他就在临河，我们碰面，可能就会认出来。我想起来了，一个侧脸，一个很清晰的侧脸，但是我一时之间想不起他是谁。孙本君，对于军统特工，我们不能懈怠，这我同意。可是对于方振宇，也许继母少佐说的是对的，我们过于高估了。高估？为了拿下方振宇，我们想了多少方案？结果呢？可以说是轻而易举。错！如果不是我搬来关东军围住了方家屯，我们都会变成没辜的刀下鬼。如果不是高炫军死了，我也搬不动继母，关东军也不会出阵。连我都不知道高炫是军方的人，甚至我妹妹都蒙在鼓里。丈夫死了，妻子继承，这叫妻承夫业。孙本君想一石数鸟，面对天皇，面对大日本帝国，我们只是过江之卒，只可以进不可以退。要知道高炫君他不仅是你的妹夫，首先他是个军人，军人是属于国家的。嘿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嘿，相信我，我没有高估方振宇，有一天他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报告，报告会长，牡丹江那边没有发现方振宇，现在就等保利那边了。抓不到方振宇怎么办？我说过，只要方振宇再出现的时候，他就是阎王的人。
少爷醒了。啊，好啊。哎，好啊。啊，对了，好好看着，我找大夫去啊。方少爷，方少爷，还疼吗？喝水吗？我给你倒水喝。还有歪把子，这歪把子扎棍子就跟剁葱似的。哎，队长，我记得你说过，只要想起歪把子，就给谁个连长当的，是不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要是动了歪把子，我就给你个连长。队长，说话算话，军中无戏言。好。看我的！什么情况？不知道。打扫战场，注意警戒。来，兄弟啊，好样的！哎，给我看看，让我看。哎呦，这家兄弟啊，拿着，还会打枪啊？给。你不都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一个人干掉了八个鬼子。哎，队长，队长，这机枪我可是抱在怀里了，你说话得算话。什么算话？这枪是你夺的吧？哦，还赔了我两个兄弟的性命。要不是这位兄弟，我看你早就完蛋了。兄弟，怎么称呼？啊，吴宇。吴宇，好名字，牛，做的事业牛。哎，够狠，对小鬼子就是要狠，要不是他狠呐，你小命早就完了。啊，你们是抗联吗？我们是抗联游击队，我是队长胡志新。你好。打电话到宝林，看看有没有方振宇的消息。嗨，我知道你还有少佐一直以为我危言耸听，为什么那么重视方振宇。在你们眼里，他只是个货站掌柜，一个跑帮的帮主。其实你们都不理解，
他远比那个天敌梅姑无敌草上飞更厉害。梅姑跟草上飞只是草寇，他可是一个将才，凤毛麟角的将才，我杀他也是迫不得已。会长，宝林的电话接通了。我是松本太郎，有没有方振宇的消息？没有。那两家医院有没有？也没有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松本君，他也许已经死了。我有一个预感，方振宇还活着。奇迹啊，振宇，真是个奇迹！你的生命力真顽强啊！谢谢你，大权。你别谢我，你要谢谢啊，就谢谢他们爷俩。要不是他们爷俩这么精心的照顾你，就伤口感染这一关，你都扛不过去。不知道振宇这辈子还有没有能耐谢谢大叔和姑娘？哎，颠倒了，颠倒了！昨天晚上，我和我闺女说，这辈子我们父女俩就给你做仆人。你可别这么说。爹，咱听方少爷的，方少爷说的对，要是这样的话，咱不跟方少爷见外了吗？哦，还是我闺女会说啊。哎，方少爷，从今以后，哎，你大叔和你和妹就跟着你一起打这小日本鬼子，一起报仇。大爷，振宇刚刚醒来，还要休息，我们先出去一下。来，照顾一下。好。月和呀，放心吧，你振宇哥呀会没事的啊。要帮忙吗？大叔，前两天日本人把我隔壁钱掌柜的药铺给占了，昨天还上我这儿来骚扰了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我是说，你们都是通缉令上的犯人啊。通缉令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而我这里呢，也开始变得不安全了。和呀，王医生说的对，咱们应该给振宇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。那咱们能去哪儿啊？大叔，要不这样，你们两个先商量商量，我出去打探一下。啊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该换药了。好点点。我看呢，就是想赶咱们走。月和，我看不像，他收留了振宇，又帮他治好了伤，我觉得他蛮够义气的。爹，我懂，我不是着急吗？你说除了这儿还能去哪儿啊？马谷子屯，五翠花的娘家。马川君不是带人去过了吗？不错。孙满君，那你还担心什么？一天找不到方振宇的踪影，我一天都不能安心。到底会藏在哪里呢？临河。临河？你是说方振宇就在临河？就在我们眼皮底下？对，这个人出乱不惊，胆识过人，从不按常理出牌。牡丹江、宝林都没有他的踪影，他绝对有可能就在临河。但临河没有几个大医院，除了城东医院。城东是我们日本人的地方，绝对没有可能。还有几个小诊所。对，北里窝诊所，王大全就是治外伤的，他也给我治过刀伤。召集人马，马上去王大全的诊所。嘿，去北里窝。嗨。说不好了，日本人已经开始全城搜查，马上就会查到我们这儿了。方少爷，你好些了吗？
好些了。喝水吗？我给你倒水。我去接点水。嗯。爹，你俩在这儿说啥呢？满街都是日本鬼子，马上就要搜到这儿来了。啊！哟呵，我们得马上通知罗掌柜的，他一定会来这儿帮忙的。对对对，通知一下罗天华，罗天华跟方振宇是好朋友，他肯定能帮忙。嗯，我这就去。哎呀，不行，爹，这满街全是日本浪人，再加上关东军，你咋去啊？啊，没事儿。我刚才回来的路上发现通缉令上只有名字没有照片。你看看，我去一下啊。爹，你小心点儿。哎呀，你放心，好好照顾振宇啊。看有没有人跟踪他。哎，坐吧，来坐。我去了宝林，两家医院都找了，都没有。我以为你们去了牡丹江，原来你们都在临河，真是太好了。哎，本早就该来了，这不是刚拆线吗？嗯，一会儿就去看看他。嗯，这回啊，不光是看看，我就是来跟你商量一下，想办法帮振宇换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医生说了，小日本把诊所旁边的药铺全占了，每天都有鬼子到诊所去查。医生说怕……哦，我明白，这就安排。王医生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日本人来了。你先去工作。是。不好了，日本人来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你爹呢？还没回来呢。快把他藏起来。哎。诊所，嘿，快点！日本人来了，我去应付他，你可要带好啊。你们不能这样，你们。
没什么好看的。这是弹头，哪儿来的？哦，是昨天晚上有一个叫牛二栓的遇到强盗，被强盗打的。被强盗打的？现在人呢？死了。死了？是的。哎，你们怎么这样啊？你们也太残忍了，连尸体也不放过，难道你们不知道死者为大吗？打开。嘿，报告，都不是方振宇。报告。你认识方振宇吗？不认识。真不认识？真不认识。正北货站的方振宇，方掌柜。他一个大掌柜怎么会到我们小诊所呢？你给我听好了，他可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，你要是敢擅自收留他给他治疗，知情不报，小心我拆了你们的诊所，更要了你们的命。守队。搜遍了整个诊所，没有发现方振宇的踪影。你觉得有问题吗？这样的诊所，活人也得治死了。你是贵族，你不知道穷人的状态。他们的生命力强得惊人。虽然方振宇也是中国人的贵族，但是他亲自跑帮，他所经历的远比一般常人多得多，他的生命力也更强。你派人守着前后门，留意什么人进出，看他们要找什么东西。嘿，我们走。没事了，跟我走吧。诊所就在马路对面。哎，吆喝声不对啊，卖冰糖葫芦的是个老头，怎么变成年轻人了？振宇会不会出事了？振宇没出事，诊所里可能有事。你尽快回去，这当什么事都没有，我随后就到。好嘞。冰糖葫芦嘞。哎，什么事儿？卖糖葫芦的。对呀，不卖糖葫芦卖什么呀？都有啥味儿的？啥味儿都有啊。你蒙谁呢？明明只有山楂，你还说啥味儿的都有。哎，你买不买啊？不买就快走。行，来一串吧。哎，给快点啊，拿着。给。进来吧，进来。哎，振宇呢？在太平间呢。他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外面怎么样？外边全被小日本给包围了。松本这个老贼，老奸巨猾，一定会杀个回马枪。哦，
怎么办呢？得赶紧想个办法把他弄出去。哎，你说在这站着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可不是啊。哎哎，上哪儿去啊你们？我跟我妹妹买点东西去。我说你一卖糖葫芦的，你管那么多干啥？少废话，滚滚滚！啥人呢这是？哎，我说你发现了没有？这护士看着有点脸熟啊。还有前面进去那老头。行了，别再疑神疑鬼的了。方振宇啊，早死。我看就是松本发神经。走走走，喝酒去。哎，走啊。老板，哎，先生。老板，我给你双份的钱，你可以买两辆马车啊。嗯，谢大洋，收好了，别让人给劫了。谢谢啊，走吧。车夫呢？我呀。那他呢？他数钱呢。走吧。愿方振宇真的死了，孙本军，我们该考虑下一个镇长人选了。说得对，我们该把目标移到另一个人商会会长田秉成身上。报告，报告会长，查到了，王大全就是方振宇的同学。王大全不是说不认识方振宇吗？中介，回去。你在这守着，我去接你爹和振宇。小心点啊。本君，你们没事吧？少佐不是来笑话我们的吧？如果你及时通知我的话，方振宇早就人头落地了。少佐，就算是方振宇得救了，短期之内他也不会给我们制造什么麻烦。现在我相信苏本君说的话，那个军统特工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。他在哪儿？不是他，方振宇根本逃不出凌河镇。错了，一个类似于车夫的人，他是乔装的。我认定他就是在方家客厅喝酒的那个人。
泛黄的诗篇，在记忆的终点，让你的呼吸留在耳边。爱在岁月中沉淀，褪色的笑颜，把你的故事散在昨天。你的世界有太多脆弱被打扰，静静等候，哪怕只多一秒。闭上眼，回忆缠绕视线，每一次呼吸都依赖对你的怀念。永远会有多远，想让你听得见，抱紧的心愿，只是躺下的缺点。闭上眼，回忆缠绕视线，每一次呼吸都依赖想让你听得见。